准备好，三、二、一，杀青大旗！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们帮我录一个杀青大旗，好不好？来，一、二、三，杀青大旗！岂有此理！是的，岂有此理！第二季来了，老样子，先进一段预告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哎，谢谢，拜拜。哎，最后一点了。想了很久开场白，但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句子，可能是因为在工作时说了太多话，累到脑袋空空。杀青的失落感也被杀青大旗冲得七七八八，时间推着我赶紧收拾行李。我就似乎又要出发了。杀青第二天就跑去海拔2000的北疆骑车，仿佛已然违背我当初做岂有此理活着躺平快乐的原则。但也由于早早的就计划好了这次的大骑，团队也已然在北疆待命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你见过乌龙木齐的凌晨三点吗？吴豆豆见过，脸上的四颗痘痘使得本就不充沛的状态看起来雪上加霜。但无论如何，睡一觉充过电，明天又是一条好汉。没找到出发的理由，也没有真的想说的话。这次的岂有此理会冷场吗？我不知道。不开口会显得很呆吗？我也不知道。但我决定第一天先不开口，感受一波。毕竟很多旅途的意义都是在路上找到的，有时候出发和尝试不需要理由。一想到一会儿就可以在天上骑车，就觉得十分新鲜，就是不知道我的肺是否能遭得住这份新鲜。从乌鲁木齐前往赛里木湖需要5个小时车程，虽然精神状态良好，但毕竟睡眠时间还是没有满8个小时，所以决定和同事一人开一半。在此还是要提醒大家，一定不要疲劳驾驶，着急赶路也许可以提前到达目的地，但也有可能直接到达人生的终点站。赛里木湖位于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境内，海拔2071米，面积458平方公里，沿湖全程都有骑行绿道，是超级适合环湖骑行的宝地。车我怎么走啊？Hello。现在是下午5:40，今天的目标是在天黑前抵达55公里外的露营地扎营。时间其实有点紧张。大哥，那个景区门在哪儿进啊？练习那边进去是吧？对。你在哪里检票啊？靠边停，你下来。自行车注意安全。哎，好的好的好的。终于一切就绪，我豆豆屋出发了。出于仪式感，我决定留下一个环湖的纪念品，准备捡一块石头写上岂有此理，找了一块不会找不到的风水宝地，虔诚地放下了它。等我骑完一圈，明天回来带你回家。过了检票口，
赛里木湖映入眼帘。有人说，赛里木湖是大西洋的最后一滴眼泪。我见过大西洋，这比那儿美，不止一点。起起来了，湿润的风吹过来了，心情也飞了起来。海拔2000的压力好像也没有那么大。停车下来找厕所。你放弃我还是堵厕所？之后的一切都变得有些荒谬。吃个能量棒补充下体力。结果那个塑料袋飘飞了。带着胶片相机总得用起来吧。不会用，按不动。你们就怎么找到我的呀？我才刚到啊，家人们。我是刚才跟你迎面的时候发现的。Hello， 我是景区的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喂，别拍了。我知道他们是善意，但是那个时间，我更希望多留给自己。也还没有从不想说话的状态里走出来。远处的山峦藏在云雾里，在天上骑车真不是开玩笑，风景太过于美丽，体验太过于友好，导致我总是情不自禁的颧骨上扬，笑意止不住的翻腾，搞得我都得时刻提醒自己别太得意忘形，因为有好几片巨大的乌云正在飘过我的头顶。到达35公里的时候，天上开始飘起了雨点，不多久又下起了冰雹。我赶紧戴上防水帽，不敢再多停留。这个冰雹已经很大了。大腿发胀，雨点飘荡，此时的赛里木湖真的有一股神圣且让人升起无限挑战欲的气息。疲惫但又兴奋，无话可说但又想要放声呐喊。老板，你要不要上车啊？我听不见。我们要不要先找个地方住下，哪怕是扎着营也行啊。你现在状态还行吗？老板加油。赛湖的冰雹并不常见，这一路上有想过如果真的虚了此行该怎么办，但当那冰冷的固态液体噼里啪啦地砸在我的头盔上、脸上、脊背上的时候，热血的中二剧本已经写好，若不参演岂有此理。迅速调整，
这55公里我会完成。啊，这段手冻的不行了，这几个手真的没感觉。冷，很冷，腿麻木的周而复始。唯一的目的就是前往理想中的终点。今天的天气实在恶劣，考虑到我已经浑身湿透，体力不支，没有办法，今天的露营计划暂且搁置。我们先回房间洗澡。行，先有房间，还带我先去房间。友情提示又来了，遇到极端天气情况要请求帮助。我有同行的人，所以心里有底，若孤身一人一定量力而行。洗了热水澡，还了魂，要去吃饭了。最好的风景永远不在相机里，是在眼睛里。最真的话语也不一定能随口而出，可能是藏在心里。今天东西来了吗？我想好了。想好了。你反过来。好好的。人不想表达、不想说话的时候，是可以选择沉默的。挺有趣的，相信我，挺有趣的。好的，就这样。赛里木湖晚安。赛里木湖的天气真是变化莫测，这暖暖的阳光，这山，这水，总是让我不自觉地开心起来。要不是看到门口还未彻底融化的积雪，很难相信这里昨天刚刚经历了一场雨雪冰雹，狂风大作。草原秋千王，真都肚皮了。不懂性感，第二期元素大赛，辣。这筒子挂上，这里装着我的无人机。还有非常重要的码表，
4:30还有剩下的35公里就是达斯林和我航完了。今天时间很充裕，可以慢慢起，不用像昨天那样一路都在赶时间，赶着日落的时间去扎营。今天天气可比昨天好太多了。第二天满血复活，我感觉我又可以了，又想说话又想唠了。啊！这是哪过来的呀？我啥？我说你们在哪过来的？我从苏州过来的。这么牛啊！什么什么？我叫环湖。哦。我只骑车环湖。哦、你从哪儿过来的、啊、哥？北京。你在北京骑过来的？啊、哦。你骑多少天了？1天了吧。啊？20号出来的。吃东西吗，哥？我不吃。我这有早上刷的馒头啥的。吃水果，我那是水果。我不吃水果，我不吃。哎呀，来。之前来过吗？没有。这是第一次啊。没有。你一个人吗？对。5月20号出发的。嗯。这么快就到新疆了？我在山东一直有高速都没下，赶到乌鲁木齐，4天就到了。那、啊、也太快了，不行，这边还有环湖赛呢，自行车环湖赛，但是你赶不上了。我今晚上或者明天我就去那个骑一点。我们昨天下午5点开始骑，55公里，骑到只剩10公里的时候，快下冰雹，哎呦，特别可怕，那冰雹那雪。没有在石河子下过一下雨。你昨天在哪儿啊？在石河子，在这边过去。他那地方下面大，嗯，你今天还完的话，估计能有一阵儿能遇上雨、遇上冰雹什么的。快，应该快的快吧。快，我还完了，我到35，还有足够距离没有还完，我在25公里还完了。等我走啊，哥。走吧。嗯，哥。有微信吗？有微信。加手机号也扫一扫。好好吧，哥，你认识我吗？不认识。怎么说你？我帅。谢谢你，我叫吴磊。到时候你可以看我，到时候你发。我给你看看我昨天，哎，我昨天冰雹太大了。儿子，你叫小磊就好了。哎，行行，王总。开心啊！啊，行，你也是啊，注意安全啊。好。In the morning by the sea, as the fog clears from the sand, have no money in my hand, have no home. 赛里木湖的公路没有多少岔路，我没开导航，就一直沿着这唯一的一条路骑。感觉赛湖对我还是挺好的，什么天气都让我遇上了。这波不虚此行。昨天下了雪，山上面都是白白的，挺好看。还有5公里，我要去找我的石头了。只有菩提，
姓名，我是阿瓦，代理木狐一招，也就是九重里。骑完喽，就要骑完了。要先过前面那个营地，然后那分岔口前面呢，才是我的小石头。冲刺了。昨天呢，我们是就等于是这边左转，现在我们已经绕这个湖整整一大圈，回到这个地方。渺小的我，又征服了一片大大的湖。我的小单车虽然是带着 buff 的小单车，去前面寻找我那颗石头，看看我能不能一次性成功。就在前面，差不多。800米的地方吧，感觉还要在前面一点点，还是寻找一下。应该是这片有木栅栏的地方，我还记得我把石头放在了一个圆形的一堆草里面。好像看到他了，是你吗？哎，不是，是你吗？不是。哎，好像看到了，好像是他。对，一片圆形的草里，应该就是你了。我相信就是你。开盖有奖，果然是，今天晚上看一山下吧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北京时间20:01，赛里木湖，请看。那是我的小车，把它停在非常靠路边的地方，应该不影响交通。而且说来奇怪，刚才那位大哥是我环整赛里木湖唯一跟我讲过话的一个骑友，然后除了他以外，我也就只见过两个骑摩托车的，一个骑自行车的都没有，好像真的是完成了一场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环赛里木湖赛。虽然这么讲很自私，也很臭屁，但是很开心的。其实说实话，到现在我也没有找到这趟旅途的意义，至少今天第二天还没有。但好消息是，我好像已经不累了，腿还是酸的，但身体已经不累了，心也好了很多。也许这就是旅行的意义吧。环完一圈了，啊，这么快？怎么要快啊？
你撑个，这才一个小时。那时候路过人看到我，一直觉得我是个神经病。哎呀，哎呀，为了跟你合影，走了，环完一圈了，啊，这么快？比我都快啊！你冲个，这才一个小时。我也环完了，你下一站去哪儿啊？去伊犁。你也去伊犁啊？嗯。今天晚上去？我直接去了，两个小时差不多能到了。天黑之前。你在伊犁待多久啊？我应该就明天就走吧。啊，我明天才去伊犁呢。啊，你不是要在这儿露营吗？对，我今天要在这儿露营。行。行。我走了哈。OK， 一路平安啊！好，拜拜拜拜拜拜。拜拜。摩托车就是快啊！哎呦，骑完之后真的腿好酸啊，这两片真的今天好酸啊，受不了了。那些大哥已经去伊犁了，不知道去伊犁我们还能不能遇到，应该不会了吧。像我们这种流浪在外、浪迹天涯的男人，应该不屑刻意的再来第二次、第三次喜相逢。就这样吧。好了，石头我就当仁不让，不客气了。耶！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五星红旗迎风飘扬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本来准备把这颗石头丢到赛里木湖里面做纪念，这样岂有此理，就永远留在赛里木湖了。但是他们说，因为这上面有这个特殊颜料，就这个签字笔的这个漆，我都没想到，所以说证明我的环保意识还是差了一些。看赛里木湖这么蓝，是我见过最蓝的湖，一定离不开大家对环境的保护，大家一定要多出去环保。最深有多深啊？92米。回来了，回来了，嘿嘿，上岸了。今天晚上想要顺利扎营，冲！这太阳要下山了，一下就冷了。现在已经即将抵达营地，离日落还有20分钟，天还是亮的，我还有一点时间可以扎营。赛湖很多地方其实是不允许露营的，因为要保护草地。来之前我没有联系过扎营地，但保险起见，我还是再询问一下。让我去问一下，他们是否依然愿意。同意我在这里扎营。哎呀，这位置不错，可以靠湖。如果能在这里扎的话，就最好不过了。然后这个地也是相对来说没有绿化的，要不就在这儿吧。好像这地方就留给我扎了一样，视野还不错。哦，大叔在刷牙，让我去问一下。你好，那个我看旁边那两块空地那里，今天晚上在那里扎个帐篷可以吗？行行行，我也不会有声音吵到你们，谢谢啊。行，那就那儿了。其实也不一定要住那儿，住这儿也行，垃圾站好像也很适合我。我背了90公里的装备，终于要派上用场了，就在今晚。算上上一季乌兰不同，是我今年做过最疯狂的事情。这是我第二次露营了。
虽然这次的装备跟之前的不一样，但我仍打算独立完成。嘿嘿，带了个最大的帐篷。虽然录音老师也有跟着，但我相信我可以。太阳已经下山了，马上就要黑了，我得稍微抓紧一点时间。OK。不是这里的。错了，太长了。没错，就是这。加油，加油！天快黑了。这里有一丝透光，还有感觉真可怕。不对，明显错了。哇、哦，我寻求帮助了。看一下那天的教程。这次同样的操作，所以就银色的扣银色的这一边就好了。掉了，哎呦，腿酸气喘，这帐篷搭的我真的是又累又懵。总结成一个词，就是折腾。哎呀，哎呀，终于立起来了。我三七一二十一，那个灯点亮了。哎呀，累死我了。哎呀，不行，太热了，先吃个这个。是吧？还去年乌兰布统的帐篷大，今年这要小一些。现在这个地啊，这往上反潮，搞得我现在有点冷。先把这个骑车裤子换下来。OK， 我现在换好衣服了，然后11:14，然后还是上次那个乌兰布统的时候。准备了经典自热火锅，好吧？这个自热火锅呢，一是可以给我带来大量的热量，二呢是可以给这个帐篷里带来一点热气。然后趁这会儿我们出去把裙边收拾一下，因为今天还是挺冷的，气温只有0度左右，等到晚上一尝试会更冷。这个晚上说实话有点恐怖、哦、啊，放心，哎呀，放心，说实话外面乌漆麻黑确实挺恐怖的，我只能不停地说话给自己鼓劲儿。这一片是我睡觉的地儿，所以一定要细心的准备好，这样子晚上睡觉才不会冷。看看这边，这边也是我睡觉的一侧。要说这边拿自行车压的，就不偷懒了。
你看头条都没问题了。哎，我俩挺辛苦，录音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，而且感觉求死有点吓人啊。哎，可以看到我这个已经在冒烟了。能听到天鹅在那边叫，一会儿天鹅不会过来跟我抢火锅吃吧？这就是我要睡的这个里屋。第一步，我要把我的这个防潮垫先铺开，然后呢，条件非常优渥的我，还有第二个防潮垫，然后我就要训练成功多年，骑车多年所练出的肺活量，把这个睡袋给吹满。我的枕头我拿出来吹一吹，我就可以非常安心的睡到自然醒。对 ，OK， 对，很软，黑拔丝，条件很好。啊，已经困了。啊，万事俱备，就等我的火锅热。我送了一杯热茶过来，一壶热茶。让我度过寒冷的今晚。哎，还是好人多啊。我差点什么？这个是。幸亏我带了本书，果然看了一会儿书，马上就困了。我今天没有洗澡，我是一个每天都要洗澡，不洗澡睡不着觉的人。忍一忍吧，其实也挺冷的。告诉自己，如果想洗澡的话，只有去赛里木湖里，这样一下就打消了念头。啊，我挺好的，我放心，放心放心。OK， 就这样了。晚安，家人们。晚安，就是你，冲。外面叽叽喳喳，早晨7:30的阳光打在我的帐篷上，好热呀。睡出汗了，看到了自己的自行车依然屹立在外面，仿佛在保护我，就是有安全感。哎呀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起床了。好肿的一张脸。痘痘也没有好一点。这是我的孩子。哎呦，掀起了泥地，我抬头来，让我来看上你的脸。
旭日东升的太阳。大哥也起床了，那溜达呢。早晨的赛林木湖，美得沁人心脾。不知道大家还能不能看见我的帐篷，在远处，在这里。豪华拍摄，多机位。哇呀，地上亮晶晶的。还有一个机器。哎呀，泡了冰了病了排了北了边了跑，泡了冰了怕了把了标了冰了碰，标了冰了怕了碰，泡了冰了泡，走喽！哇！好幼稚啊！如果让我评价一波，你这波运镜着实还可以。有种成为赛里木湖王的感觉，随口一说啊。发现我这三个 GoPro 摆这儿，哎呦天，像做法一样。嘿嘿嘿，岂有此理！哎，他们应该都没起来，肚子好饿呀。收拾一下，跟大部队会合，然后吃一口热乎的，冲！拆帐篷喽！啊！我怎么把这睡袋给弄上去？想把这个睡垫卸给放了，没关系。哎呀，队长您来了，您进来吧。你这我这个睡袋我怎么都收不起来，怎么办？是不是得使劲塞？哦，直接要这样塞就行了。对，不用折啊。不用折，气垫可能稍微短一点，但这个是不用折。哇，原来这个不用折，折腾半天。现在讲究的是无痕露营啊，你们来之前什么样，死了之后还是什么样。OK， 收拾的差不多了。哎呀，腰都要断了，感觉。9:36，拆帐篷。机过来，监视我一下。没有转挡是吧？哎呦！哎！打！别进！
收拾一下，把帐篷给收了，跟大部队会合。哎呦！哎！三！不对劲！不对劲！不是，不慌。我知道要怎么做。哎，我应该最后留一根地钉的。嘿，这次露营啊，虽然只有一个人，但也没有很孤单，也没有很害怕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也学会了很多经验，比如收帐篷的顺序啊。太得意忘形，帐篷会被吹飞啊。然后垃圾的分类啊，应该会更好一些。虽然不是很顺利收拾的，但某种意义上来说，至少完成了，对吧？完成就是最厉害的。对吧？耶！无痕露营，环保万岁！大叔，我走了，拜拜！谢谢你啊！哎，大叔来跟我挥手，万岁好。现在我要做的是回到营地补给一波，然后我们就要转场去。走。岂有此理！北疆篇。今天就要去伊犁了，其实我也不知道前路如何。但这些天完成了环赛里木湖，也独自露了营，无痘痘的痘痘也消了不少，感觉整个人能量满满，信心大增。赛里木湖的湖水洗把脸，说不定还能把痘痘给洗好。来了，伊犁。我现在呢，已经到达了伊犁，然后到达了伊犁的住处。是一家非常可爱的民宿，找个地方靠一下。我觉得要不就靠这儿吧。嘿，一会儿再去。然后我现在去一下我的房间。哦，行李没拿，行李差点了。先把这个箱子。OK， 先去房间看一眼。哎呀，到了到了到了！看这房间哇，就很有，就是新疆这边本地维族的这个特色，很花，很美，我感觉要载歌载舞起来了。整个住的地方还是很温馨的，说实话，比我那个帐篷还是要香一些。哎呦，这还是马鞍，那就是喜欢哇，你怎样？这一出去，哎。这一出去，这个感觉，哦，我感觉我好像是那种贵宾来了，哇，不得了不得了！我刚刚照了一下镜子，有一说一，我感觉我胡子好像得刮下来。然后我一路上看到很多理发店，不知道他们愿不愿意。给我这种短短的胡子帮我刮一下。 OK， 我现在出发了，出发了。看一下这附近有什么。
街道都花花绿绿的，那么漂亮，而且感觉任何路过任何一家美食店都非常恐怖，都可以把我拐进去让我狠吃一顿，都好香啊，受不了了。右拐左拐，对呀、啊。哎，是你不？什么？我追你半天了。啊，你追我半天了？哎，你知道这附近哪儿有可以刮胡子的地儿吗？啥？你知道这附近哪儿有可以刮胡子的地儿吗？我那不知道，我刚看到你我就追上来了。哎呦，你骑挺快。我能给你合个影不？不合了，不合了。就一张，没有，现在已经合了。你看我这有机器呢，回头我会发那个发微博的，好吗？好，好。哎，这附近哪有剪头？就理发店，你不知道吗？理发店啊，理发店有的。你带我去个理发店呗。来，去我的。找家理发店，刮个胡子，做个精神小伙。你别拍，你先带我到地儿吧。一会儿人家全追上来，咱哪儿都去不了了，咱。小人车，小人车。就那个啥的，都是那种啤酒杯，就是少年法呀，等等。哎呀，没有没有没有，你别你很像个托啊，你很像我们请的人啊。别一会儿这刮胡子刮胡子，刮给你家刮胡子。哎呦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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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不是我刚刚骑过的路吗？刚绕过了，刚绕过一圈。我咋没感觉呢？这里吗？是。买东西是吧？我要把车推门口。我怎么感觉这个地方？你确定是有剪头发的地方吗？还有多远啊？就是这儿了，就这是吧？猜想画意，猛！我把车停这儿。哎，你们能站稳吗？能站稳，能站稳，能站稳。好嘞。你好。那行，我就在这儿。我能在这儿就可以刮胡子吗？可以。很热啊！等等，我把衣服脱下，我有点热。好久没有去理发店了，也没有去过理发店刮过胡子。领路小哥的推荐真是不错。猜想发艺的含金量非常高，胡子刮得很干净。太感谢太感谢太感谢了。我付个钱，看在哪里付钱。不行不行，一定得付钱，一定得付钱，明白。多少钱？十块，物美价廉。好多人都过来了，我赶紧就先跑了，谢谢你们啊，我走了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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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，谢谢啊小哥，走了走了走了，好嘞，拜拜拜拜拜拜，然后导个航定个位，神清气爽的去看一下伊犁大桥长什么样，出发。在伊犁呢有一个伊犁桥，然后那个伊犁桥呢是横跨伊犁河的，然后据说很漂亮，所以呢我们现在出发去看一眼，很快就到，没有很远，也就六七公里。 OK， 冲。
那这就是伊犁河。这个是哎，这个游乐园。伊犁河，伊犁桥，还有吴磊。要不干脆去那游乐园里看一眼得了。来都来了，九点半了，不知道还开不开门。我先走一走看一看吧。九点半还在开的游乐场，好魔幻啊！哎，大哥，这里面几点关门啊？10:30。那这些项目都还开着呢，是吧？嗯，我这走，要叫一下居民就打门用的。就那边可以有人帮我看着，对不对？嗯，那边有商店用的。OK， 谢谢啊，谢谢。哦，这里就是入口了。哦，车停在一个隐秘的地方，给它藏起来。我看到这里有几辆山地车都没有锁，但我车也不锁了，我就把车停在这儿。OK， 来都来了，还是去看一眼好吧。谢谢，谢谢胡子哥。哇，好久没有来游乐场了。我感觉没有什么项目是我能做的，我做了呢也没得拍，大家也看不见。哎，真不是怂了啊，真不是怂了。我去坐个摩天轮玩吧。你要摩天轮在这儿买票吗？现在还能坐吧？嗯，好，谢谢。OK， 票买到了。那我选个这个绿色的。我这个怎么上去啊？黄色的也行吧。谢谢。哎。休息一下。哇，那跳楼机看起来好吓人啊！飞得更高。哇，这游乐园还是蛮大的。晚上10:30的夕阳照在我的脸上，感觉进入了一个平行空间，仿佛转完一圈下来，回到另一个魔幻的世界。你好，这过山车还能坐吗？我需要团吗？就是我需要等吗？还是我一个人就可以发车？我一个人就可以发车了。紧张。你好，我能戴着头盔上吗？这头盔是专业的头盔，行吗？不会掉吗？不会掉。有什么问题我自己负责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嘞，麻烦您，那我就把东西放这儿是吧？好。走了。
啊，家人们，我没录上好像。我检查一下。关掉了，我看你很淡的一个。我没录上，太搞笑了。哎，我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，我再去买张票，您等我一下。你先玩吧。不行，那我先玩。哎，这次绝对没问题。哎呀，没录上，我一会儿补票啊。这回弄好了。哎，弄好了，弄好了。哎，又坐一次。哇，喂，比较快啊，这回。这年轻人，现在是北京时间10:21，然而我在伊犁的游乐场里坐着一个人的过山车，虽然这辆过山车上只有我一个人，但是我还是很开心，一个人坐过山车也很开心。谢谢你，这回肯定没问题了。哎，谢谢您啊，我去补票去了。哎，大哥太善良了，好爽，可以开开心心去吃饭了。大哥，谢谢您，再见。你好，我补张票。我坐了两次，谢谢。哇，好魔幻啊！10:30，哎 ，OK， 游乐场也要下班了，我也要赶路去吃饭了。看一下我现在要去吃饭的地方。现在骑车过去，大概半小时，6公里，那也不用半小时，骑快一点。好香啊！回家再做饭。我现在已经快到民宿了，我准备在这附近找一个小馆子吃。这是什么呀？家常拌面、家常米饭、套餐米饭。哎，这家好像不错，而且前面有家烧烤。这家看起来不错，那营业到几点啊？北京时间12点。啊，北京时间12点是吧？行。哎，夏天环境真不错。哇，不好意思，我就在这儿吧，我靠不住。是得过去点菜吗？是点菜是有是在哪儿点的？菜单在哪？啊，我不会讲维语，不好意思。菜单，现在是点菜吗？啊，谢谢。我感觉吧，我好像长得是有点来自新疆的意思。好多人见面都会讲维语，是因为他们第一反应都会讲维语。可能我对他们来说长得很亲切吧。吴磊，哎呦，你好，你好，打个招呼，欢迎你来到新疆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羊肉冰激凌。哦，谢谢。这个是烤全羊是吗？嗯。我觉得自己都快成半个当地人了，在这里吃的也习惯，住的也舒服，而我也真的要长出幸福肥了。哇，谢谢，太好吃了。
太好吃了。现在是5月30号，3号呢我在广州还有工作。哎，我吃这么多，到时候吃的胖嘟嘟可怎么办呢？我怎么见人呢？哇，这块太硬了。全部都吃完了。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啊？吃得饱。走吧。吃的小脸圆乎乎的。你好，买个单，谢谢。味道怎么样？啊，味道怎么样？味道太好了，挺好是吧？哎，味道太好了。嗯，好。我买个单。这是直播呢是吧？没直播，我这录像呢。哦。到时候我在那个微博上发。哦。来。下次朋友推荐一下。嗯，好，我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拜拜。好。哎，你还没走呢？分个圈。来，分过去。注意安全啊！好。我现在就要到地儿了。Hello。明天就要去恰西草原了，有点在异地没待够的感觉。这是谢谢。嗨，老板。哎。你吃什么了？我吃了烤羊排，吃了那个串儿，吃了手工冰淇淋。哇，那手工冰淇淋绝了，太好吃了。回忆了下这风风火火的两天，我糊涂了。仿佛该体验到的恐惧、未知、兴奋、快乐、幸福，我好像一样也没差。这一趟。不虚此行。然而说这段话的时候，我没有想到我的下一站这样大 U 型弯还是一样的精彩，一样的让我记忆深刻。太美了，哈哈，